想象一下，地球在你的脚下一直发出一种低频的哀鸣声，这种声音既不是风吹，也不是机器在响，而是一种你几乎听不到却一直存在的声音。是的，有科学家说过，我们的星球24小时都在震动，而我们大多数人都听不见。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地球哀鸣声。它为什么会发生？科学家到底记录了什么？我们又为什么感觉不到？先打个比方，你在深夜静静地躺在床上，感觉房子在呼吸，窗外没有车也没有风，但你听到类似尖叫或者哭泣的声音，让你睡意全无。其实这种声音有可能不是你楼下空调的问题，而是地球本身在震动，这就是地球哀鸣声的概念。科学上它也叫自由震荡。例如2013年研究团队在海底用海底记录仪记录到，地球海底安静下来时依然会发出低频的波动。在1998年日本研究团队就提出，即使没有地震，地球也会一直震动。所以这不是某个神秘的传说，而是真实可测量的物理现象。关键就是人类的耳朵几乎听不到。所以你可能会问，那震动在哪里探测？是什么频率？在2017年，科学家首次用海底地震仪明确捕捉到了这种地球底部的嗡嗡声。另一个报道指出，这些震动是海洋波浪与大陆架互动下产生的。至于频率，根据研究显示，它往往极低，低于人类正常听觉范围，比如几毫赫兹级，或者换算过来是每秒钟几次的震动。也就是说，你听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听到自己的房子在发出声音，可房子确实能够微微震动并发出低频的声音。接下来最有趣的是，科学家为什么会觉得有这个声音？目前有几个主流的假说。一、海浪撞击海底或者大陆架，当巨大的长周期的洋流或波浪敲打大陆时，会产生低频的震动传入地壳。二、大气或风暴湍流作用，大气与海洋交互时，尤其在风暴来临，气压急变也可能会导致地壳产生共振。三、未知或组合因素，有可能是多个机制的叠加，甚至包括我们目前不熟悉的地心结构震动。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科学界没有唯一的公认解释。如果真的有哀鸣声，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听不到？首先，频率太低了，低于人耳的敏感范围。通常人类听觉范围约20赫兹到20000赫兹，而这些震动可能低至0.01赫兹到10赫兹，所以我们绝大部分人根本听不到。其次，振幅太小，即便存在震动，地表、建筑、家具都可能将其过滤掉。然后是感知习惯，住在城市里的人耳朵早就习惯了各种杂音，低频的嗡嗡声可能早就被脑子当成了被动混音给忽略掉了。最后再来说说个体差异，有些人在很安静的地方或者特殊的时间段内能感觉到这种低频的嗡嗡声，比如被称为 Tormenton 的美国新墨西哥州小镇现象。研究指出，约2%的人群报告过此类体验。总之一句话，这种类似哀鸣的嗡嗡声真实存在，但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它太过低调，因为它的低频极容易被环境掩盖。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我们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其实它有两层意义。一、科学工具。研究指出，通过测定这种低频震动，可以探测地球内部结构，换句话来说，不用等地震就能窥见地球的内部。二、人类位置感。我们常觉得人类就是地球的主人，但其实在这个巨大的蓝色星球里，我们连听到的声音都未必能够真正理解，这可能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非常温柔的提醒。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些研究和现象带有强烈的悬疑色彩。有人提出这可能是一种低频的电磁场、潜艇通讯，甚至和心灵声感有关。更惊人的是，2023年全球监测到一种单一频率的地震信号，持续9天，从北极到南极都能检测到。研究后来追踪到可能的原因，格陵兰一处冰山崩塌引发的海啸，这些发现让人觉得或许地球的嗡嗡声只是冰山一角，这背后可能还有更多我们未曾想到的机制。我们对这颗所居住的星球了解依旧很少。下次当你在深夜的房间里听到一点嗡嗡声，这是你楼上楼下的空调声，还是这颗星球在悄悄地发出哀鸣？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话题，觉得我们应该多聊一点这方面的内容，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好了，这期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请关注、点赞、转发、收藏，咱们下期再见。